曹先生被跟踪了。哎呀，就怕连累了叶童子，所以把钱给带过来了。你们这叫怕连累我啊？大家都是一道的，有什么连累不连累啊？老杨，你给我闭嘴！大家为的不就是钱吗？叶同志，过来数数钱啊！哎，数数钱啊！你不是要找重庆吗？我就是重庆，我也是重庆。没想到我们五个人都是重庆吧？